后宫是广播下去，人家会来看。对，年轻人有没有 care 你？我是主从唐崇生，即将来到我的个人首次见面会，立马也上来，好玩死了！传单贴遍整个美丽华，顺其。丢脸哦！年轻人都认识我，目标根本没有人。好惨啊！人气王冠军，得主就是。民间知名度，哎，对啊，民间知名度从哪里去找最快？你知道，走在路上，百货公司，对对，印象很深刻。在台中以前有叫什么中友百货，中友，山洞连在一起。我那个时候刚刚出唱片也没多久，演唱然后见面会是不红的，不红的时候，相当不红。然后呢，请他们就广播了一个，我就在那个一个广场还是一个小地方有一个签唱会，对，那个台子啊，我看比这个也大不了太多了。这个不到一平呢，这么小，一半高度，然后就站上去，然后准备要唱歌。我一看不对，没有人啊，哎，根本没有人，哇，只有两只狗在那边交媾，那是杨梅另外一场。结果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又是刚出唱片，又要打歌嘛，要宣传嘛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我真的拿了一个大圣功，整个。百货公司，大家好，后上桃，我是新人吴宗宪，就是要这样嘛，我马上就是要怎么怎么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然后每一个跟人家哈啦，后来来了一堆在那个中友百货后面那边在下象棋的欧丽厂，一些老罗的贝贝，最年轻那一位大概65岁左右，也太好了吧。宪哥，你这样比较适合拜票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出来选啊？有种拜票误装奖。就跟你讲哦，这一次因为选家长才刚落选，恭喜失败，决定不要。今天我们就让他们考验一下年轻人哦。哎呦，哦，年轻人有没有很 care 你的名号呢？对，你是什么大侠？你是什么不得了的人？百货公司广播下去，人家会来听你，会来看你吗？年轻人哦，所以我已经摆在这里，你要不要来看我？对，都广播了。依照这个出道的资历来讲，那应该雨杰了。只是以中间这样往外扩散，重新啊！哎，应该是从虫哥，我出道是的确蛮久哎，因为我19岁出道，但是九岁出道快有20几年了。对，但其实关键是我不知道我们要招的人是年轻人，我以为是只要是婆婆妈妈都可以，所以我很有自信。对，然后被骗来了，到现场才知道是年轻人，有点想回家。OK， 想回家的应该不是你，对呀，对啊，因为当时我蛮有自信，因为我想说什么类型的戏剧我都有演过，从电影、偶像剧、本土剧，就是网剧，通杀都有演过，所以我想说应该有些人应该会知道我，应该是会知道，应该没问题。好，来 Lady First， 你觉得你会是哪一个人气王？我们这边有专门提供人肉服务，我们可以是你人肉身体。因为我都有在深蹲，人肉的这个身体，行走顺畅，就是对，就是没什么人，可以啦，对，很 peaceful， 这样比较中庸，可以啦，高度也刚刚好，对呀。但是刚刚陈如刚刚雨杰所讲的，你看出道那么多年了，哎，已经跟观众之间变成朋友，对，所以可能他们看腻了，想说会不会不想看，会看你想看本人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在外面啊，比如说高雄，嘿，高雄的百货公司，对，要看到我，等于是比登天还要难，也不是，等于比登辉还难。要，比如说好像就在德州，想要看到汤姆克鲁斯。想要看到 Tom Cruise 是一样的，海底捞要讲乖一点，对呀，要不然他中乐透嘞。保守先，很客气啊，再来，那有话大哥，哎，你是我不能说名嘴界的郭富城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，真的。那我哪是郭富城？不是，他是刘德华，这形容。我也不是刘德华，那我是周杰伦。哦哟，我不能说。提这个名字，嘴界的厉害，周
杰伦，那你要站在一号座位旁边。我担心你是名嘴界的周伯伦。周伯伦，刚刚我的主题已经讲出来，百货公司里面我们帮你那个碰上好了，广播 ，APA Public Announcement。Hello，Hello，PPA 啊，来宾啊，来什么什么，张有话先生在场。我们广播以后，年轻人哦。我们只要年轻人啊，来的是下榕树下下下，可以不算，无效无效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你有把握吗？接受挑战哦，应该小猫两只嘛，没人啊，没人，哎呦，哇大哥，哎呦，那我可不可以坐在雨杰旁边啊？你只是想吃鸡。小猫两只，小猫，你那么客气，小猫两只，哎，小猫两三只，真的吗 ？OK OK， 来，好好，虫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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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猫两只，张立东说太乐观了，尊重，尊重，不要你这样讲，尊重，有些话麦克风拿下来，你没听出来，他会抖出来，丢没？来，虫哥，你呢？你来顶我，哎，你那个疯狂电视台舞台剧，舞台剧，小天王，舞台剧还是小众人口，你别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别假装跟我聊天，一直走到人气。是这样，发现你小秘密。因为你知道，我做过很多好莱坞动画配音。史瑞克，我是驴子叫 Donkey。对对对，《冰原历险记》，我是树懒叫喜德。喜德。树懒叫懒叫喜德吗？对啊，叫树懒。人气，然后大闷锅全部最大档，哎呦喂，李敖大师还有阿扁总统，宪哥还是木须龙，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，木须龙啊，还有大象 Houghton， 对啊，这边都是驯龙高手，驯龙高手的里面还是龙，哎呦，我们都是配一些畜生，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你个人知名度还人气，毕竟跨的这个领域比较广一点，你可能是要综艺节目，你可能是要用一点手段，比如广播里面啊，哎。模仿不是要夹杂一点，大家会有兴趣要看，年轻人想看，对啊，来大家好，我是唐崇盛，我现在在我们的广场，大家过来这边集合，可以看到我带了我两个亲生女儿，现场的大姐，不行啊，我今天赶快来现场，我们要滴血认亲。不用认，摩天轮里面了。那个日记家好辛苦了。没有啊，我看来跟你长得不太像，还一直跟他恭喜。怎么好了？人气王您就上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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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没有，来来，我是这个啊，真的。对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今天看了今天的阵容，我觉得应该他是做第一个，所以我一开始压根我就想排第二。真的吗？没有，因为雨杰他的戏实在太强，而且当年他是偶像剧，还有后来的这个戏哦，有很多婆婆妈妈的粉丝。哎呦，对。对啊，婆婆妈妈就自己有小孩子，妈妈爸爸爱看，有时候小孩女儿跟着看，年轻人也都对啊，女儿会来看。雨杰是很棒的女孩子，她以前小时候我就说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好，长大对啊，很棒啊。雨杰有一个在网络上面流传的片段，她就在里面演那个 K 笑，然后疯掉之后翻白眼那个画面，现在网络上都会疯传。网络上传的，对啊，要不要现场换一下位置？再翻一次啊，他就差一点点，差什么？差一点点就变成 Sandy 的妈妈。翻白眼，还好还好。所以你不在乎有四个小孩的，那你更不会在乎有两个孩子的。长得 OK 啊，不用生啊，身材不会变形。哎，这个好哎，这个好，这个不错。我晚一点再约 Sandy， 他们都在台湾，你们再吃个饭，谈一下，吃个饭看合不合得来，吃个饭。喂，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自己挑嘛。咚咚咚，我数到三冲过来，一二三冲，咚咚，两个，你要不要这么下流？我有道理啊！好，比如说宪哥，你看哦，我演两部电影嘛，然后两部电影，哪两部？角头啊，跟我的少女时代，这两部加起来5亿票房，本来有10亿都被你拖垮了。你有演5亿耶？对对啊，然后就是而且算主演嘛，对不对？算主演，里面你的台词是什么呀？台词就是呛虾。
就是需要太鱼啊，叫嚣，我是他死对头。哦，左水溪那个角头里面会有一帮兄弟，100个人当他其中一个。对，安诺安诺，后面那个叫群众演员，对啊。而且你看这两三年，哎，比如说因为是年轻人嘛，所以年轻人市场在校园。这两三年我主持上百场校园，这次，然后而且还有画面，我们来听。哎，今天这其实蛮准的。你怎么样随便闯进人家升旗典礼？最受年轻人喜欢的艺人是谁？1、2、3。这随便问的，下流哎，随便问。而且你看，我走在校园场就是这样，因为他没有经济效益。他因为学生哪来有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所以哈，你这个是等于是白爽。没有没有，而且我走在路上，现在甚至年轻人啊，还会播我的歌哦，我的主题曲，你的歌，不然听听看，主题曲来。你看，张立东，张立东，张立东。你在看哪里？这首歌叫《看我奶奶》，孝顺的歌曲，哦，真的，提醒要回去看。OK， 有关怀奶奶的歌，有拿得出来证据，我们就让你先坐，来来，先坐先坐。有，很呛哦，好，你可以顶啊，没人就剩5号而已啦。以里面知名度、好评、资历来讲，没人是还不错。对啊，我跟各位讲，不止没人，你还符合的一首歌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单不浪。心酸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一年在当兵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是一直在积极做下乡耕耘这件事。对，下乡耕耘。我在南投骑机车经过的时候，那些那个国中生、高中生骚扰民间妇女，没有没有做，那是你才做的事情。我骑机车经过，所有那些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我是做错了。太好了，没有我跟你讲，真的骑机车经过南投乡间呐，那些那种国高中小女生、小男生都会尖叫啊，花瓶花瓶。有几次甚至是在腰到他们的脚。是害怕，对对对，没有撞到他们吗？没有撞到，但他们真的几度为了回头看我，差点撞到前面车。哎呦，那夸张！所以这个都可以回去查那个交通案底记录，都可以查得到的，这是也是证据。发生事故的原因，是那个侦查不公开，我不能拿过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觉得你可能在广播上面，10岁到29岁之间呢，你必须要用一个东西引导他，也是要出奇招。他有他的市场，要不要现场每人送菊花一朵？菊花朵朵开。然后一边唱《菊花台》这首歌，还是你想顶哪里？没关系，我觉得我机会来了。5号这个位置，我等一下一步一步爬上去，把你们顶下去。也不一定哦。你真的很喜欢顶别人，一个一个顶，尤其是男生。如丑，我们先看第四名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来吧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直接来看黑韩。这个第四名啊，应该算是小猫两三只。对呀，一定没什么好话的，不是太好。对不对？好好可怕。The winner goes to 和 number four， 最紧张了，对不对？第四名，这个知名度很重要。只赢到两三只，只赢一个人哦。黄豪平，有了有了，算有顶到，顶上去一名就对了。好，爬了一步啦，爬了一步。恭喜，顶到有话哥。哇，好，不错不错不错。10岁到19岁，哎，对对，有9个。哦哦，20到29岁有8个，17个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些是30到39，6个，40到49，1个，50到59，2个，50到59这两个本来不应该算，因为他们本来就在现场，是因为走不动。王豪平的广播知名度，来。哎呦，听说今天来到美丽华要考验我的人际，是不是？虽然说我当兵当了一整年哈，消失在荧光幕前，但过去我在综艺玩很大的时候，累积的人气那也是不可小觑的。一定呢有非常多的年轻人，很多粉丝今天就在美丽华这个地方嗷嗷待哺，等着我跟他们见面，一定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刚刚问了20个人，他们都说不认识你。请问你认识黄豪平是谁吗？不知道。
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太清楚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还做这个羞辱他？我今天一点压力都没有，我已经买好饮料了。我不是来工作，我是来度假的，晒太阳度个假。我等一下就在露天广场，就是脱了衣服晒日光浴，好不好 ？OK， 等一下你超多粉丝来啊！等一下可以帮我撞一下粉丝吗？我现在位在美丽华的广播室，其实有点紧张，因为我其实以前做过广播 DJ， 我现在有一种回到老本行的感觉。现场在美丽华逛街的阿公阿嬷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艺人黄豪平，没有错，就是综艺玩很大的谐星学霸关主黄豪平。我即将在等一下4:20的时候，在美丽华5楼的摩天轮广场召开 Free Hug 免费抱抱见面会。那除了我以外呢，我也邀请到我很多的艺人好朋友来到现场，像是苏打绿的吴青峰。当然还有我在综艺玩很大上面认识的好朋友林柏森，哎，超夸张的，超夸张的啦！还有我们的资深粉丝夏冰王，不中线线哥，还敢进回吧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别问你才会这样想起我。集结了所有的天王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艺人好朋友来到现场，是不是应该给我好不容易当兵回来付出的黄豪平一个掌声鼓励一下？等一下就在5楼摩天轮广场，我黄豪平跟你不见不散喽！好丢脸哦！我大概讲了多久啊？3分钟啊！听说最长记录是几分钟？4分钟。OK， 没有拖到这么长的时间。已经时间快到了啊，都没有人来。我的人气真的已经消退了吗？大家都忘记我了。我才当一年，我不是当3年的兵。不是当兵的问题。但是离开的那一个月，我们就不记得了。我今天有准备秘密武器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传单，我等下贴遍整个美丽华，告诉大家，等一下就来这边跟我见面。好紧张，刚才贴完传单，因为一开始来的时候完全没有人，现在不知道贴完传单效果怎么样，有没有人要跟我做 free hug 免费抱抱？那好啊，准备来宣布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各位美丽华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加尖叫欢迎国际知名巨星黄豪平！掌声尖叫！当哒啦啦，当哒啦啦！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，我本来已经安排好说一个人500块钱要来发这个钱了，但是没想到各位自动自发的来，我太感动了，谢谢你们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是为了谁来的？抱都抱得很珍惜。刚刚一开始上来的时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真的非常紧张。但是等到贴完传单，更多人知道之后，刚刚前面那个人潮聚集过来，我超开心的。因为当完兵之后，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现场的观众面对面，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大人们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更有信心了。演艺圈，我回来了 ，I'm back。好，我现在继续回应一下粉丝们的热情，我要继续爱的抱抱了。好，爱德抱抱，下面一位，这边请，欢迎。年轻男还 OK 啦，对啊。总票数是有26票，但是我们就是10岁到29岁之间，年轻人嘛，所以总有效票数17票。没关系，这也代表说我是比较老少咸宜，就老的也喜欢，小的也喜欢，那刚好就是今天需要的啊，没有来。感谢大直美丽华百乐园提供场地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上次到那边也是拍一段影片，哎，他们是在那个美丽华的大的看板，感谢巨星吴宗宪来到美丽华。但这个是我们要写吗？差别了哈，对，要表现出那个差别，这个这高反差，我们也可以俗语说反观啊，这样。对对对。
好，谢谢美丽华，那第四名谢谢美丽，至少没有垫底，没有垫底我就开心啊。过来，紧张了，紧张。第三名就变成很重要了嘛。哦，对，有话可有机会往前顶喽。啊，好，谢谢王宇杰。很准，很准，很准，很准。对啊，宇杰第三名，有那么多，第三名还可以接受吗？可以接受，因为真的来的很多都是婴儿跟妈妈爸爸，所以我觉得，而且那一天真的特别热，然后我热到我也中暑，我自己还刮痧，还秀给大家看，对，辛苦辛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一天是中暑啊，仙哥会刮痧，我刚才以为是种草莓呢，喂，秀起来，来一个幸运儿是吧？对啊，没有没有，对啊，那我们看看喽，现场怎么样？来来来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宇杰。我今天要来干嘛呢？就是要号召人，拜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美丽华百货公司，在周末逛百货公司的就是婆婆妈妈。Excuse me， 我出道很久了，演过好多电视剧，特别是有演八点档的观众，是夏蜜郎，就是姐婆婆妈妈，所以我就号召人。没问题，一定成功。可是今天号召年轻人，年轻人，那婆婆妈妈不算吗？不算，小朋友也不算。几年前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演过偶像剧，你们没有讲是年轻啊！Oh my god， 我开始担心了，我好紧张，我没有广播过，而且如果我广播讲说是以一整栋楼都知道怎么办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清嗓。你说什么？就是按这个钟点一摇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压力很大。请注意，各位来宾，请注意，请停止你们所有的动作，有即将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公布。我们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。哇，他自己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艺人王宇杰，没有错。我今天呢，下午2点即将在5楼的摩天轮广场举办我的个人首次见面会。只要来到现场的朋友呢，你们就可以跟我合照，然后得到拍立得一张。拜托大家一定要到现场给我支持哦！你们有看过八点档《甘味人生》很讨厌里面的那个王乐乐，立马也上来，怕我激动，懂吗？哪里爬？五楼的摩天轮广场，跟我见面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过来一起玩哦！谢谢大家，好丢脸哦！哇，好紧张，我才没那么紧张，比第一次谈恋爱还要紧张。第一次谈恋爱。OK， 我到了，见，应该是有很多人了。哎，你待会要不要来啊？你记得2点，我在五楼广场，你们也可以来捧个场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，加油，拜拜，拜拜。语言要拉近，你可以休息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在这里等好了。我想说，这样如果有人经过，我可以打个招呼，看到就是有艺人在这边，他们就可以排队。超多汗的。有人排队啊！时间到了，差不多了，而且我自己还准备了100个的底片，希望今天可以用完。看起来人数没有很多，但我不懂，我觉得那个恐龙的人气比我旺哎。你看看那个恐龙，为什么大家都围着他？妈妈跟小朋友。Hello， 你好，那两位太好了。好，不要，刚刚没有听到，我知道你听得到，你不要一直走。我不要，我要去找人，至少有多少？我还有4个。你知道买这个不便宜，我还要用，用到完，到天黑也没关系。你们不要拍，把机器放下来，我这边招人。专家，我等了。对呀，对呀，他总票数很多哎，哇塞，52个，哎，总共啊52个人来到现场，但是52个，但是呢，10岁有2个，以下2个啊，10到192个，但是20到29有20个，哎呦，总共有效票，30到3917个，40到496个，50到594个，60以上1个，90以上0个，100以上0个。谢哥没有，谢哥没有，确实是没有，所以总共得票数22票，这个算不错哦。年轻人很多哎，其实很多八点档，年轻人数算多，剩下3个对不对？好，有话哥。
那我是没有信心。突然，不要用这么简单的语气讲这句话。大哥，你那么漂亮的，都吸引不了年轻人。我们 LKK 的怎么可能会吸引年轻人？你会广播大家好，我有三个人知道，对，有三个人知道。我今天立刻把全部的事情公布出来，同时我带了两箱贿赂的黑钱，2亿现金现场发放。你们那一天的时间不对，如果我真要号召，可以号召到3000多人哦，因为那一天刚刚好是国中会考，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国中会考。我也是礼拜六啊，对，我们大家都是在礼拜六，大家同一天，同一天，对呀，哦。都时间都一样啊，等量才能齐观。刘浩哥，你没有退路了，你讲掉了。好，10到29了，10到29，来，我们马上看看我们的第二名。嗯 ，The winner goes to 好名次，张立东。张立东，哇哇。是先到后面坐一下啊，你被顶掉了啊！哎，顶顶顶顶顶！哇塞哇塞哇塞！顶顶啊啊啊！那个来来来，请到这边来。Sorry， 陪你我陪你。哎，不不，什么陪？你先坐底，先坐底。什么态度？人家搞不好就是人气王。对对对，搞不好就是人气王。哦哦，来来来来，立冬。哎，第二名呢？第二名，对啊，立冬不错，不吹牛，厉害哦！来，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选啊！来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张立东，今天就是要测试我在年轻人之中到底有没有号召力。等一下呢，可能会用广播的方式，但是我张立东根本不用广播，我现在就可以广播给大家听了。哎，大家好，张立东即将在这个差不多约一个小时后呢，就在这边举办他个人的这个2018人生第一次的这个见面会，有没有要参加的？给我一个又，很好，可以。波兰，你看我玩起广播。按这个下去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噔噔噔噔，然后就可以讲话。噔噔噔噔。对，它会自己发出。那个噔噔噔噔是我自己配的吗？它自己发出来。哦，它自己会发出来。那大概可以多久？比如说，我可以讲，你讲一小时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不会被这些百货公司告。各位美丽华的朋友们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是520。520是什么日子呢？就是表达爱的日子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今天要对一位我们伟大的人表达出爱意。那就是地表最帅张立东。今天520就是张立东在美丽华举办2018个人见面，签名、拥抱，甚至会有 kiss， 更多更多的福利的见面会。现在赶快，亲朋好友们，12:15，我张立东本人呢会在那边准时出席跟大家见面。如果现场人数经统计突破500人以上，本人再送知名亚洲天王吴宗宪7月29小巨蛋演唱会门票一张。张立东人生第一次见面会即将跟大家见面，我们520不离不弃，我爱你，谢谢大家，恳请光临。太惨了吧！会不会有人离开这个百货公司，就是会觉得中邪了？那为了这个见面会呢，我等一下去准备一下好了。OK， 期待见面会。当什么也没有人唱。
让大家久等第一秒最帅主持人，而且最帅的男偶像张立东尖叫声。为你们签名我的个人的非常限量的海报，好不好？辛苦了，今天大家过了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，但是呢，哎，给我一个小巨蛋的尖叫声！好了，几点就来了，吓吓他们。11点了。不是啦，第二波都早上就来了。看看你今天来。我也在就来啊。几点？见面签名拥抱握手寒暄，什么见面会正式开始。慢慢人多起来。哇，还有海报啊！哎呦，今天这个粉丝见面会，其实我心里相当感动，因为虽然是非常临时的号召啊，但是没想到，虽然没有到像韩信一样的规模，但是呢。我跟你讲，已经非常厉害了。我相信我的人数一定是最多的那一个，好不好？拭目以待，我们棚内看看怎么样，挑战会不会成功？厉害了，总票数啊48票，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它的有效票数很高哦，29票。对哦。年轻人比较喜欢，年轻人号召力不错，厉害了，有话哥，有话，你现在是要拍写真集，比美人鱼，你怎么骑摩托车不能侧坐？妈咪，你好优雅，好 lady 哦，他还做了一个侧坐，还有气质哦，对不对？那剩下第一名跟第五名喽，崇哥跟有话哥，这两个讲真心话，那个是天壤之别的哦。对呀，一个是波浪，人山人海，崇哥会不会真的就是做账呢？啊，你可能因为那个事情，然后有影响，啊，哎呦，不会吗？一些崇哥应该不会吧？是哪个事情？因为我去年事情蛮多，你这么讲，我蛮多事，太多件。其实来讲，被干掉事件，然后还有那个事情上，会不会有影响？应该不会，不会吗？以你专家的角度，你觉得你怎么看？应该那个不会，因为那个崇哥，你怎么讲的？是猪，因为崇哥。崇哥，看看我们的人气王冠军得主就是1、2、3，张有话。哎呦，看错是第五名。哦，先坐。有话哥还说，我怎么会？我怎么会第一名？第一名在这里。哦，对对对，看错，这张有。第一名，哎呦，崇哥哎，啊对啊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为什么，来，请看，赌神，我刚快点，没事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崇崇唐崇盛，看到了没有，年轻人气王，今天这一集我要让我的其他的对手感到惶恐，感到惊吓，好不好？我的人气一定要超越你们，不相信，请看。唐崇盛，太香了 ！Yes， 哈哈哈，看到了没有？果然大家都认识我，是不是？接下来要聚集人气，那绝对不是问题。小菜一碟 ，piece of cake 啊！我即将把我们大直的美丽华五楼的广场变成是台北小巨蛋。各位，我的签唱会人生第一场就在现在 ，Let's go！快点！是，好，快，哎，自己 slow motion。Hello， 各位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资深硬底子、全方位的艺人，崇崇唐崇盛，相信大家对我应该不陌生吧？是的，我曾经在全民大闷锅、全民最大档模仿李敖、陈水扁、李炳辉、郑经。
讲超长的，真可以讲啊！并且在2013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，就是你讲四分钟的，还讲到2013而已。所有的民众们可以下载来听哦。那么我即将在待会2点半，就是半个小时以后，我会在摩天轮对面5楼的广场，5楼摩天轮对面的广场举办《唐崇盛》首次的见面会。有想见到的朋友，2点半记得一定要准时到5楼的摩天轮广场，我们在那边集合哦，等你，不见不散。Yes， 搞定了。各位，这广播下去，全馆都听得到要求。待会我就会把5楼的摩天轮广场变成是小巨蛋。崇哥，哎，时间到了，歌迷在等你了。好，他可以接到我出场。我要自己 Q， 还要自己 Q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崇崇唐崇盛首度在大直美丽华个人签唱会正式开始。请用最热情的掌声加尖叫欢迎崇崇唐崇盛登场！耶，谢谢。别少借口，别跟我说恋爱你一次都没谈过，不要解释，不要啰嗦，不要装着你不爱搅和，天生柔弱真的是很不错，好棒的身体冬天才暖和，帅气的男人绝对不能瘦，你看他瘦又是显得太弱。他妈的身材就是我的时代，天唱哎，都是我的最爱，就这样胖 party all the night， 胖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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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胖，跟着冲顶的节奏嗨起来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总投票数高达66票？哇！年轻人有效票数46票，还不错。两位哎，可以换个位置了啊，差很多了。来来来，看一下他的名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酒桶的叔叔庄有化，我现在想来测试一下你年轻人认不认识我这个爆料天王。Hello， 抱歉打扰你们了，请问你们认识我吗？认识。认识啊，耶耶，很高兴耶，这些年轻人都认识我。 Go， 就让我们去爆料天台。爆料天台是什么？各位现在逛街的朋友大家好，我要讲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只有3个人知道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当事人，另外一个我不能说。现在我要把这件事情全部讲出来，那就是我是名嘴庄有华，我即将在下午4点在5楼摩天广场爆料天台办一场热场见面会，记得下午4点摩天广场爆料天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各位朋友，看看我的彩带，我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。哎，那你知道吗？哎，4点在5楼的爆料广场，我要办一个爆料大会，你要来那个参加吗？会。那我是庄有华，我知道知道。我们4点在5楼的摩天轮广场，哎，还有一个爆料。搞到这里，最后还没来。各位大家好，那我不是候选人，那我是庄有华，我希望大家在下午4点5楼的摩天轮广场，我们要开一个爆料大会，欢迎大家参加。谢谢支持，谢谢支持，谢谢谢谢。人数不多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我曾经帮阿扁助选的时候，台下只有10个人不到，只要大家心意到就好了。当你心意到的时候，不管多少人，一票就是一票。最后一个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来。
可以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现在我还是做这个，我们不打目标，绝不输。岁到十九岁，好，是零票。对对对对，看得出二十到二十九岁是一票，票对，三十到三十九岁三票，三票，所以有总票数四票，对，有效票数就是那一位跟你合照那一票，就那一票，对，没有，其中还有一票，第一个上台的，哦。那个人应该超过三十岁以上哦，对对对，啊，没关系啦，一票跟两票票一样啦，对，那只是一种二度伤害了，对。对我有的这个笑，他们笑笑还没伤呢，好残忍啊！你们怎么会这样？但是这个有时候知名度，因为范畴不一样，百货公司里面的，没错没错，哎，人家是来这里玩的，看到艺人可能比较喜欢，对。那名嘴界，如果他们是人家喜欢看新闻，家里面看电视，那还得了呀？像我就看你的节目，只要有你，一定定格，一定锁定，嗯，是。这个就跟从前我帮阿扁还有其他人在，我们已经帮你找台阶了，你就不用。在网上再登上去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再上台。好，没有看到，这不一样的范畴嘛，对不对？给油画哥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一个都相当不错。谢谢油画哥。好，我们也谢谢大直美丽华这个百广场，对，啊，百乐园，百乐园，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